本分局辖区一日前发生连续住宅窃盗案件，经本分局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及积极侦查后，于昨日查获窃嫌盗案。警察局周局长有感于住宅窃盗乃民众切身之痛，急于到任初次会议中要求侦办住宅窃盗，因比照重大刑案侦办并管制，故于得知本分局侦破此连续住宅窃盗案后，立即于昨日20时至本分局颁发破案查及加菜金，未免辛劳之侦办人员。本分局在此呼吁民众，除平时做好防窃措施外，令无人在家时，门窗务必上锁，左右邻居发挥守望功能。如有发现可疑人事物，立即与警方联络，共同打击不法。令农历春节即将到来，民众如有出游规划，警方有举家外出安全维护之服务，可尽与本分局各分驻所联系。警方将与民众住家附近设置巡逻箱，加强安全维护，使民众平安过好年。